大小姐，不用，不用，川，金凡呢？金凡哥还没回来。成何体统？外面很危险的，你们这些男孩子也要学会保护自己。属下一定是好大导演，我也会保护你们的。放心，你过来继续练给我看。是大小姐。好巧呀，你也在这儿啊！我穿的羽毛。太抑郁了吧！黄御史，有没有搞错？我第一次来就派黄御史来找我。凤长老院吉利，素带与公子回宫。是不是你又干什么事儿了？当然跟我没关系了。他们指名道姓说长老要找雨公子，我是雨公子吗？我上次去找老院，脱了一层皮才出来。你穿的圣衣不行，还得再脱层皮。你懂什么？这是江南传来的最新秋冬时髦，高级，懂吗？ 是挺混搭的，这不太高级。我跟你说啊，今天全不管。要不是你的话，我这么高级的人，怎么会去那种不高级的地方？还有，你能不能别老把金凡往樱花柳下带？他都被你带歪了。我把他带歪，你才有机会。我胡乱找了些毒草，随便吃。你也太随便了。如果我中毒了，你要记住，我是灰天鹅。捅出来。